欢迎来到和和和，很多小伙伴看标题估计就猜到了，聊神秘学的精神分析，怎么能不聊这位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心理学家荣格呢？十六型人格测试就是在他的理论之上提出的。大家把自己的型号打在公屏上啊，在线交友。但也许你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狂热的神秘学研究者，他曾经为古埃及炼金术师佐西莫斯解过梦，为吕洞宾的道家著作《太乙金花宗旨》做过注解，也在自己的精神几近崩溃时，从密宗的曼陀罗图像中受到启发，发展出自成一派的疗愈方法。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这些研究到底成就了什么观点，让他与亦师亦友的弗洛伊德就此分道扬镳，走上玄学之路。而神秘学是个庞大的话题，这个视频只能触及一些凤毛麟角，所以在结尾我会推荐一些学习资料，并且聊一聊作为一个业余的紫微易经爱好者，我是如何看待占卜这件事儿的。点赞过3000，我会再出一支如何科学学习巫术的书单，大家可以期待一波。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荣格走上了玄学之路？这还得从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说起。这个概念是在弗洛伊德的意识潜意识模型之上提出的。如果说意识主导我们日常行为的自我，潜意识就是被压抑的个人情结，那么集体潜意识就是由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积淀而形成的，是处于我们精神深层的本能以及与其相关的原型。原型可以解释为人类普遍拥有的品质或人格的具象化。荣格提出过12种基本原型，这些原型代表的性质人生来皆有之，比如对正义感的向往，关心他人的心，取悦他人的心，害怕孤独，逆反心理等等等等。原型就如同我们生来就具有差不多的固定器官，器官可以通过人体解剖被观察，而心理原型则需要深入的去剖析各种神话和宗教中的意象。原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文化还没有发生交流之前，许多地方的神话和民俗都是相通的。比如说太阳崇拜，在古希腊就有阿波罗，日本有天照大神，古埃及的太阳神叫 Ra， 三星堆有太阳轮、太阳神鸟，天线宝宝中则是个婴儿形象，就如同塔罗的太阳牌前也有一个小婴儿。一个 fun fact 哈，每一张塔罗牌都有其对应的希伯来字母，而太阳牌对应的就是 Resh， 就是脸的意思，也是埃及太阳神的 Ra 这个发音的源头。原型不一定是一个形象，也可以是一段叙事或现象。就比如很多的创世神话中，光明总出之于混沌，说明了人类对于世界起源的普遍解释。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宇宙大爆炸，跟过去其实也差不多。当然也存在更隐晦的象征，比如公元前1600年埃及亡灵书中的衔尾蛇形象，就是完整无限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的隐喻，之后也被延伸到炼金术中，同时在北欧和古印度的神话体系里也有出现。所以虽然原型指向的都是普遍认知，但不是所有都能那么直观的被解释，毕竟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荣格试图通过这些古老的智慧对现代人进行疗愈和引导。支撑他集体潜意识理论的核心便是炼金术，有人将它当邪教秘术，有人将它当作当代化学之母。而对荣格来说，炼金术师将一些重要的哲学观念进行了具象化或者拟人化，器皿、金属还有对天地的认知，也由此具有了深度心理学的象征意义。这一类插图在诠释自然运作的同时，也在描绘人的内在精神修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嘛。精灵莫秋丽是荣格认为代表炼金术最高成就的原型，也是精神修炼的最高成就。它最早出现在18世纪德国一个炼金术文献中的插画。莫秋丽 Mercury 是水星的英文，也是炼金术之神赫尔墨斯的罗马名，也是水银，在炼金术的三元素中象征精神。莫秋丽是一个四位一体的动物，上面的三个头分别是月亮、太阳以及日月在金牛宫中的结合，这个就是占星中的金牛符号，加上这个小十字就是炼金术中的水银符号。这个日月合体坐落在一个鹈鹕的脑袋上，在圣山的视频中我们就讲过，鹈鹕是牺牲的象征，炼金术中的某种蒸馏壶也叫做 Philosophy Pelican。因为水的进化过程也是炼金术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走向纯净往往伴随着不纯物的牺牲。太阳代表阳性力量，月亮代表阴性力量，这种阴阳结合也常在炼金术文献中用双生子来表示。不仅仅是神话，接下来可能要聊到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趴了，
很多占卜体系其实也是由原型系统构成的，塔罗牌中就充斥着原型。我们接着以太阳为例，即使不懂塔罗的人也能从牌面上感受到乐观、生命之源，也可以联系到直接、坦诚、生长、收获等等。因此不管问卜者的问题是关于学习、工作、自我或者爱情，这个牌都能根据自身的能量做出相应的回答。同理，当你抽到死亡牌，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死亡，它也可以是某个进程的停滞或者是新生。爱人牌不一定只回答情感问题，它所代表的紧密结合的力量也可以指向商务上的合作。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在原型层面上去讨论塔罗，具体的解读和牌阵位置、每个牌所代表的元素、宫位、行星都有关系，这里并不是在教占卜。那么塔罗牌的设计保证了任何问题都可以被随机抽取的牌面所回答，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套由原型组成的象征体系。那么这些原型所指向的精神和品质，以及这种解读可能会带来的你未来的行动，都是本身就立足于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之中的，并且在一张牌中蕴含的信息量就极大极为复杂。比如月亮牌中这张侧脸紧锁的眉头、陆地上的狼和狗、出水的龙虾、水中的小鹿、两根石柱都是有其意义的。占卜师可以选择与问卜人当下所对应的情况进行引导和解读，塔罗只是工具，占卜师只是媒介，最终只是想要把你心中原有的答案给引导出来。你是否相信任何问题一定都能够在无限的宇宙中找到解答呢？你又是否相信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不相信你自己呢？这个是我自己认为的，像塔罗牌或者易经卜卦或者是测字这类需要读取象征的占卜方式的一个本质。当你抽到一副牌组，其中的原型形成了一套只关于你的神话故事，而这个故事回应着你的问题，就如同过去的神话回应着古人对世间的疑问。不知道看到这里的小伙伴是对塔罗的幻想破灭了呢，还是更加能够接受这种引导了？毕竟占卜另一个让人放不下的问题就是它的随机性，而你如果是会为这种神秘的巧合而心动的，请扣一；但如果说你是一个谨慎的怀疑论者，请扣二。对我来讲，生活中总是有或大或小的神秘巧合发生，而这种巧合总是让我感受到一种浪漫。写文案时，我顺手做了荣格的十二原型测试，发现自己是 caregiver， 我觉得还挺准的，因为我自认为还挺母性的。在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一张和 caregiver 相关的神秘卡片。卡片设计很有趣，没有直接采用一个人物形象，上面的大象会让我联想到智慧，联想到现象，眼睛、太阳、稻穗是丰收，是洞见。这张卡片其实是欧珍婷面霜的附赠品，而除了这张，另外还有12张代表内心力量的原型卡片。他们来找我时，我刚好在准备这一篇神秘学的文案，而他们品牌创始人也有玄学背景，想着就挺巧的，刚好可以放到一块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久以前就发了预告，但是视频推迟了一个月的原因。在一个月的试用之后，我决定自费再给我妈买一瓶，她上脸的吸收效果真的很好，涂完以后皮肤会有一种光滑又哑光的质感。一般的贵妇面霜会特别厚重嘛，但这个就完全不油腻，和它的配方也有关系。它主打的凝胶成分在二战时期就被很多医生用来做敷料，来为伤口抗炎，现代医学中也有很多应用，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而护肤品中的水用凝胶除了抗菌消炎，也是天然的抗衰老剂。凝胶结合从三文鱼鱼白中提取的 DHA HP， 一种十倍于玻尿酸保湿效果的成分，是欧珍婷的专利配方，除了抗老和修复之外，还有降脂功能啊。说人话就是使用完以后水油平衡，不油不干，刚刚好。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活性成分，它的外包装也是特别定制的紫金玻璃。另外呢，银在炼金术中对应的星球是月亮，一种隐秘的女性力量，不知道创始人是否是有意为之。它打开后有一股高级的草木香，带点柑橘调，有一种走进高级 SPA 馆的感觉。然后我听说它创始人本人也是十分热衷于芳疗的，我个人很看重护肤品的气味，所以强推这一款，感谢看到最后的衣食父母。最后推荐这三本书单作为拓展阅读，对紫微斗数和易经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倪海厦的天际。今天我们从心理学去分析占卜的意义，那究竟还是现代人总结的。其实过去的占卜就好比我们现代人会用科学方式去建模，去做一个未来预测一样，而在科学发生之前，人们同样也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系统，也同样会在这个系统之上建立一个工具去试图预测。而任何试图预测未来的工具都不是100%准的，你看天气预报也不一定准嘛。那么在
在西方，炼金术和天文就是人们认知世界的途径，而作为算命工具的塔罗牌实际上在14世纪才进入欧洲，而在18世纪才得以普及。在东方同样也有伏羲观天象，通过八卦来总结万物的发展规律。卜卦的传统又是在周文王为易经64卦作注之后，在西汉年间通过金房所著的金房易传才得到了更好的归纳总结。先发展的总是理，而占卜作为术都是而后再发展起来的，不能说是完全的迷信。反而我认为在深入研究神秘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对理性建立之前，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的，虽然也会因此导致一些愚昧的悲剧发生，但总还是十分浪漫的。而且谁又说在当今这个科学的时代就不会有愚昧的悲剧发生呢？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